出生自我爱黑社会的鬼鬼吴映洁，以及模范棒棒糖的王子邱胜翊，一同出席运动品牌派对活动，现场开直播玩起默契大考验。没想到一群好友十题没有一题猜中，互相打闹嬉戏，笑翻网友。由于今年恰逢偶像剧《黑糖玛奇朵》十周年，看到鬼鬼和王子同框，不少粉丝感动直呼鬼王 couple 合体，这就叫青春啊。Yeah.